应该巴西度那边要洗两回合，不能太快到网啊，太快到网没有龙科伤害不够。是消掉木墙的问题，我刚龙科没跳，打不死啊！790万血，你以为他100万而已啊？一定要龙科啊！没刚刚没龙科打不死，我刚刚一定要把龙科挤回来，不然打不死。啊，开错，应该要开另外一个。这边剧本的话，我想一下，关掉这个。下一回合再开近视之战。我们这回合先打，反正他这一回合打不死我们。好，这边开近视之障，然后再开这个，水雾应该是要开，水雾，这边开这个海盗，这样就有水火木了。然后这个再开下去，水火木，水，这个应该有转到他，应该就死。然后这边开个7109就过了，7109开下去，
好了，颜值龙科可以，黑色带普普路，好了，这样就是带那个什么，带那个海盗的打法，带那个海盗跟那个冰花会比较好打一点，这样就三成就了，就是泉水的成就这样。